将这个高雄的高医的后警署公天白日之下发生这枪杀案，警方是真紧四点钟就破案，啊，不过嫌犯早前进出病院，就那和高雄市规国民党团批评高雄市政府失职，啊，不过民进党团我拿来驳回，讲嫌犯甲枪击拢是为新北市来。夜白批评高雄变作枪击城市。十七号伫高一候诊厅，因为财务纠纷发生枪案，造成一个人死亡。虽然警方真紧破案，但嫌犯早前入去病院，引发民众对黑枪的疑虑。加上十四号高雄一个建案工地放落去坍塌，附近徛好。国民党议会党团十八号透早开记者会，批评高市府失职。有凶嫌在光天化日之下呢，在医院里杀人，郊区呢又发生警匪枪战，然后失火事件频传，连昨天一小时的雨都让高雄的路上、仁武的路上淹水，这是什么宜居城市呢？那也要求市府重视治安等问题。面对国民党的批评，民进党团透早反击，建南公安甲高医枪案经过事后调查，拢不是市府的责任。从新北市带下来拍，所以如果国民党的市议员要去谴责枪支泛滥，他应该去找侯友宜。民进党团批评南亚不应该为着抹黑市府，未记警方的辛劳，因为警方在四点钟内就抓到嫌犯，这嘛是因为朱清小队长甲嫌犯建立的信任关系。之前有被这个李小队长犯过好几次，所以跟他大概有一点交情，他就有主动跟小队长联络。那小队长就有劝他，也是讲说，既然事情发生了，那就出面来面对。那你对高医枪案看法无同，但嘛同款表示枪案不应该再发生，呼吁中央甲地方政府要更重视查枪，唔通让民众生活伫不安当中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准高雄报道。